我操嘞！谁在我顶级中加十级？我操！打陀螺，完蛋了！完蛋了，大哥！那怎么戴墨镜度假啊？今年有点危险。小兄弟，我还记得上礼拜我们的仇呢。哪有啊？我们上礼拜我们碰在一起，不小心的。那是被剑气打到的。啊！这个有点猛啊！为什么我捞的房间多了四个人？咋小啊？哇！一场就十七。支持场后追。